是 Sabrina。现在我就要介绍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我们主角是这个这台 Karaoke System。这台机会容易 setting 吗 ？OK， 来，我先给你们介绍啊，最基本的，我们买回家我们会担心要讲 setting。OK， 这个就是它 setting 的地方。setting 是在这里，你看你要换壁纸啊，你要换它气氛什么都可以啦。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就是 WiFi， 对 ，WiFi。这边就是我们家里的 WiFi， OK， 就是自己家里的 WiFi 啦，很简单操作。然后它还可以选 language， 就有一些不会看华文的话，我就可以选英文，看英文繁体中文简体中文。请问点歌会容易吗？然后点歌，如果你是要以歌星方面去选的话，这边就是歌星啦。你看有很多个歌星，这个页数是7111页。然后如果这一页是有1234567890啦，10个 ，OK， 就拿7111乘以10，就代表这边的总数，所以总共有7万多个歌星。比如讲，等你下课 ，D M X， 不用打完了，它就已经出来了。你看，等你下课第一个，很方便的。下载新歌吗？很多人会问，这样子会不会有新歌？就是新歌，很多人会担心会不会有新歌，不用担心，新歌它会自己 upload 的，就是我们会自己安排这个机器，这个机哦会自己 upload 那个新歌，所以就不用担心。你看啊，比如看啊，干嘛抖音神曲，抖音神曲就在里面，所以就不用担心有没有新歌。看摩羯座、飞鸟和蝉啊，都在里面啦，就新歌啦。用你的声音来操控它，不用讲话，它就可以帮我切歌了，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。这台机器它是有人工智能的 AI， 你看啊，帮我切歌，看我的切歌，哇 ，unbelievable！ 帮我倒退，它就倒退了啊。OK， 现在我要重唱啦，我就帮我重唱，帮我重播，帮我静音。它就会灭掉，它就会灭掉，这时候你就可以剪辑了，你不用跑来前面啊，再按按按啊，再按按，很麻烦。像我们这种懒惰的人，就是直接讲就可以了，取消静音，继续 ，OK。它还是一台电视机哦，看到吗 ？Gobi TV 就是看戏。OK， 你看啊，这个哦，它有一个看 live 啊，直播，然后 movie drama 电视剧，你要看综艺。动漫啊，有些人喜欢体育，有些人喜欢动漫啊，也是有都有。你们看到这个东西吗？这个 QR code 微信点歌什么意思呢？你们看啊，很好玩的东西啊！你看，我点歌，你们看，你们就可以在里面点歌了。所以就如果我们在家里唱啊，我不想要懒惰的话，那我不想一直向前、向来前面一直要。要换歌啊，还是要点歌啦，我就可以舒舒服服坐在沙发上 scan 那个 QR code， 就可以用电话来点歌。如果你们对这个产品有兴趣，或者想了解更多关于这产品的话，可以在留言写个 PM 或者联系我们，我们会提供你最好的服务哦。